我想说大家想他，那我来关心他一下。哎，结果这人问的那个事情啊，我在想说，那个事情不就是已经播报出来的东西了吗？那这东西新闻见报不会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那东西就是有播报，那其他事情就留给世人去观察啦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些人有曾经被伤害过，但他们找不到渠道，他们找不到方法，没有人认识这么多的狗仔，全台湾狗仔不会超过100个。人家看到我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说，我敢出来讲，那我会报道，我会站在你的立场报道，我会保护你，人家相信我，人家就会丢信给我。所以这一次我讲的这些东西，王力宏的东西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刚刚讲的那个人啊，你应该是跟我讲杨丞琳那个人，那个人爆料特别多。哦，机会很大呀，有人肯出来讲，我就把他解放。大家在怕没到。拍第二个要说不好意思的是谁呢？是我们的 JJ。我其实不是要跟 JJ 说不好意思，我是要跟 JJ 的工作人员道歉啊。大半夜整个微博上面挂榜在第一，整个十几个小时拉不下来，就因为我口误的一句话。那我是宝岛瓜主葛思齐小葛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啦。这一次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给大家，来哦，大家先听好了。我一开始呢要先说不好意思啊，就是那天的直播，我只是想说好心回一下网友，没想到哇，整个微博都占满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第一，迪丽热巴跟鹿晗同游日本这件事情是完全子虚乌有，这是真的子虚乌有啊！我所说的是迪丽热巴当时是我跟拍的，那鹿晗是三天前香港那一队的狗仔队棚拍的。哎，没想到鹿晗到了机场以后，先买了高铁票就进去了，香港就不见了。三天后换我跟着，哎，迪丽热巴也到了东京，谁知道那一天晚上就这么巧，迪丽热巴竟然就住在那家跟鹿晗一样的酒店。怎么说呢？因为那天他拍完广告的时候大概已经凌晨三点多了，他进去之后呢，我们想说明天的十点应该早上十点就要出来，结果早上十点等到谁？我竟然等到了鹿晗从酒店走了出来。这种巧合真的是，这世界真的有点小啊。哎，结果鹿晗一整天干嘛呢？就在逛街，特无聊，超无聊，非常无聊。那天鹿晗呢就刚刚好就是到处走啊走啊，还带了一个司机。结果呢，我就因为想要拍他拍一个清楚，那旁边有谁你知道吗？旁边有很多的樱花妹啊，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迷妹着迷的感觉，就直接拿着 CD 过去找他了。那我在想啦，粉丝都这样那么近的拍的话，那我还躲起来拍狗仔画面不行看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也站出来拍了。这一站出来拍不要不得了，当时拍的时候还没事，等到所有的迷妹撤场，就先这样我了。当时鹿晗看到我的时候就冲过来跟我说不要拍，我就当作没听到一样就继续拍。结果鹿晗就啪把相机给拍掉了。拍掉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不要冲动啊，不要冲动啊。他说你干嘛一直拍着我，干嘛一直跟着我？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跟你是因为我喜欢你啊。哎，当时呢鹿晗就是你喜欢我啊，就有点尴尬哈，感觉就巧遇粉丝的感觉。那当时呢我就一起跟着，跟着的时候他司机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还跟着我后面干嘛？我就说啊，因为你们车停那边，我车刚也停那个地方啊。他说那不然你先走，那鹿晗就说你先走。我说好，我走。我一走的时候司机跟我说什么？滚。哎呦，这口气下来是非常的不礼貌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我当时就把口罩啊、帽子啊全摘下来，我就问他说：“我从头到尾跟你们讲话这么有礼貌，你们这样的态度不太对。”后来结果鹿晗听了有道理，就说：“
是他不对，他叫司机马上跟我道歉，司机很诚恳的马上道歉。这一道歉下去呢，那鹿晗就直接就挑明就来讲真的啦，就说你是狗仔吧，哪一家的？我说你听口音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我从宝岛来的。他说哦，你从宝岛来的，那你是跟谁呀？我说跟谁？这不方便跟你说啊，对啊，反正你知道就是大明星嘛。那你为什么会跟着我呢？我说那因为就那家酒店就住那个明星啊。他说谁啊？乐巴吗？我说哦，鹿晗自己说乐巴呀，我吓到我都啊，当然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算是也不能承认啊。我说就台湾那个人姓周的啊，不好意思，他说啊什么周杰伦啦、啊，他整个就变成心花怒放小粉丝一样，还问我说那是哪一间房间？我说这不好意思跟你说，那其实当天是没有周杰伦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的鹿晗。还有第二个要说不好意思的是谁呢？是我们的 JJ。我其实不是要跟 JJ 说不好意思，我是要跟 JJ 的工作人员道歉啊。大半夜整个微博上面挂榜在第一，整个十几个小时拉不下来，就因为我口误的一句话。这个口误是怎么发生的？其实是当时啊，我在直播的时候，就大家就很想念 JJ， 我想说 JJ 不是前阵子确诊吗？我想说大家想他，那我来关心他一下。结果就有人问了那个事情啊，我在想说啊，那个事情不就是已经播报出来的东西了吗？那这东西新闻见报不会是假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就说那东西就是有播报，那其他事情就留给世人继续观察啦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最后下面就有一个人突然就打出来问我说，你这样跟拍不怕被告吗？我就想说我有证据啊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想的是谁？我想的是汪小菲啊，我有证据，我怎么会怕被告呢？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手上有证据，我当然不怕被告咯。结果呢，广大的网友就把这个前后的东西全部搭嘎在一起，就变成是你们所讲的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所以我必须要跟林俊杰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说，对不起，你们真的辛苦了。嘿，再来是我们的许 Michael， Michael 哥，就是许亚军小 S 的老公啊。真的我觉得啊，我们两个只是差一点点就是认知上的误会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每个人的朋友的私底下在做什么每个人都不知道。那当时我认识这个女孩子的时候，她就是在做饭局的。那当然啊，她那一天在场的时候，我就收到了现在线报，也就是林永义讲的说这都是属实的，所以谢谢你帮我属实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你找他一起吃饭，也可能就是只是一般朋友的聚会，所以大家都不要误会啦。还有就是我说的那个东西啊，其实啊在台湾那个时候非常的轰动。当然许 Michael 那时候也说过了，这个东西其实四大报已经都给你道歉了。那我就说了，这个东西呢，消息的来源那个时候记者的圈子听到啊，是公家机关所放出来的，我就只是这个意思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所以网友不要再乱猜测咯。